即係聽勁大聲啲人係話你咁樣，但係我發現原來你有計劃你嘅事啦，即係根本都未必得㗎嘛。咁所以我而家係唔會去咁樣咯。咁我覺得第一，因為我而家要咩檢查㗎嘛，咁就靠六個月㗎啦。如果話 OK， 我跟住嗰六個月保持咧，即係唔知有保持啦。咁我就好激。